诉他，我们是小鸡小鸡不好惹。哇哦，小鸡们好厉害呀，快快快，演出开始啦，快点快点。来了来了，哎呀，那两个黄鼠狼真讨厌，怎么总是追着我们嘛，怪我想睡个懒觉都不行。哎呀，熊大鸡，你不是总是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吗？整天睡懒觉还没睡够吗？我那是练打坐呢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，黄鼠狼他们都要追过来了，咱们还是快走吧。什么？不行不行，我太累了，跑不动了。咦，有了，鸡丁、小龙，我们去那个箱子里躲躲吧，这样就不用跑来跑去了。真拿他没办法。鸡丁，那我们也过去吧。嗯，好吧。哎呀，小龙，你踩到我了。别，熊大鸡，是你该减肥了。小声点，黄鼠狼要来了。哎，奇怪，刚才明明看到小鸡们是往这边跑的呀。是啊，哪去了呀？咦，原来如此。瘦高高，瘦高高，干什么？你看啊，小鸡们在那个箱子里。原来他们在那儿啊。这群笨蛋以为这样就能躲得过我瘦高高的眼睛吗？瘦高高，明明是我发现小鸡们的。笨蛋，少说废话，快去抓鸡。哼，就知道欺负我。嘿，哎呀，小龙，你掐我干什么？我没有啊，明明是你挤我。小鸡，你们完蛋了。狼，是黄鼠狼。臭小鸡，你们快投降吧。你们的衣服太逗了。臭小鸡，你们给我站住。快跑，站住啊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，太难听了。哎，这声音，我的耳朵。不管了，先把那两个黄鼠狼教训了再说。终于没有黄鼠狼捣乱了。小狼、熊大鸡，咱们去看看是谁弄出这个声音的吧。好。哦，原来是个卖艺人在吹喇叭呀。这个大叔真可怜，就靠吹着喇叭卖艺，可也没有人欣赏他的音乐呀。何止啊，你看都没人敢过来呢，根本就是听不下去嘛。反正我是受不了。确实不知道这个墨镜大叔在吹什么调调。哎呀，错错错，你们都错了。熊大鸡，你的意思是？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吃过的饭比我吃的盐都少。我当年行走江湖啊，可是见过不少世面的。其实这是一种很新颖的音乐，一般人根本听不懂啊。哦，怎么你们不信呢？那好，看我的。听起来果然有些不一样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快教教我，快教教我！再给你们看个更厉害的。哦，更厉害的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小龙。
我的脑袋好疼啊！胖乎乎，胖乎乎，胖乎乎，还以为你在找小鸡呢，原来在这里偷懒。瘦高高，你看，怎么大树那边突然那么热闹了呢？瘦高高，你听，这音乐太好听了。瘦高高，怎么样？也想跳了吧？跳什么跳啊！现在还不去抓鸡？是。这里的人这么多呀，好像大家都很喜欢他们的表演呢，这下该怎么抓小鸡呀？咦，既然这样，我有办法，跟我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你瞪了眼睛说我眼睛很酷，抬头看我风度，不要被我迷住，眨着眼看吧看吧看吧，谁都没我潇洒潇洒潇洒，就算没钱我也一样一样，就是风度，要是风度，要是风度，这是谁呀？要是风度，还有人也来一起卖艺呀、啊、他们俩跳得还真棒，他们到底是谁呀？谢谢哇，好棒啊！是吗？我是狼。嘿嘿，小鸡们，你们的自由行该结束了，终点站就是我瘦高高的肚子。嘿嘿，没错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快跑吧！不行，熊大鸡不能跑，大家都期待着我们的表演呢，总不能让大家失望吧？是啊是啊，墨镜大叔难得有这么多观众，我们也不能辜负他呀。这个。嘿嘿，小鸡们，这下你们进退两难了吧？那就乖乖的到我瘦高高的肚子里吧。太好了，终于能抓到小鸡了，这回一定做鸡包大杂烩，一定很好吃。没办法，看来只好这样了。瘦高高，他们好像在想什么好主意对付我们呢。笨蛋、哎、呦，干嘛打我？应该是坏主意，你这个笨蛋。哦，哼，不管抓鸡的路上有多么艰险，我们黄鼠狼一样是不会放弃的。不会放弃的，冲啊！那就先看我的吧。那我已经准备了。谢谢大家，小龙，后面就交给你了。OK， 没问题。小龙，我们
演出吧。嗯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快快站起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这么力，这是最冒险的。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水果盘，哎呀，全是素的，一丁点肉丝儿都没有。这家店的店主太坏了，把好吃的都藏起来了。等一下，有熟悉的味道。嗯，啊，熊大鸡就在附近，要去抓鸡。哇，快餐店，休息中，又没得吃了。肚子啊肚子，我真对不起你。熊大姐送上门了。这次做什么鸡呢？鸡腿鸡腿堡，偶尔能鸡翅一定很好吃。好酷酷，快点儿。欢迎光临，尊贵的客人。欢迎，请进。你们不是休息吗？不，我们的夜市才刚刚开始，您可以到店里自己做食物。对对对，你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真的？你们有甜醋玉米吗？苹果派呢？有有。菠萝派、纸质香堡、法式烧饼、双层蔬菜汉堡。有。还有煎饼果子、果子煎饼、果子煎饼。啊？当然。油炸食品我最爱，啦啦啦啦啦，哎，嘿嘿，这个也炸炸看，哈哈哈。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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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炸吧炸吧，多炸点！待会儿我把你胸大肌也给炸了。嗯，哇，熟了熟了，好香啊！嘿嘿嘿，啊，烫烫烫烫啊！好酷酷，炸！烫啊！哎呀！玉米粒，我的薯条，我的虾球，嘿嘿嘿嘿，呜，哈哈哈哈！烫死了，怎么全飞到我们身上了？不过我们现在好像很安全。啊，好痛啊！胖乎乎，你就不能轻点吗？啊？哇，我可爱的蛋挞！耶，嘿嘿嘿，我的黄油块哪儿去了呢？没关系，我胸大肌做的蛋挞一定是最好吃的。鸡小龙、胸大肌还有小鸡弟，烤蛋挞喽！蛋挞，距离蛋挞出仓时间还有3分钟。哇塞，胸大肌好像又肥了，正好烤了吃。好了，哇，好香啊！赶紧拿出来尝一个。胖乎乎，还等什么？我们上，冲啊！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滑呀？香，不要啊！这个，好吃！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蛋挞，不对，面包，不对，烤鸡，我要吃烤鸡！烤鸡？是的，是烤鸡。距离黄油烤鸡出仓时间还有3分钟，现在倒计时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什么味儿啊？刚刚那两只是什么？我好像没放别的东西进去啊。终于吃饱了。哎，好了，找个地方睡一觉去。哎呀！不堪一击，早知道这么容易得手，就不费那么大劲儿了。这次做什么鸡呢？瘦高高，要不做全家桶？什么全家桶啊？不要！胖乎乎，你记住，鸡腿呢要做成香香鸡腿堡，鸡翅嘛，自然是红烧鸡翅了。鸡胸肉做成鸡肉卷和劲爆鸡米花，还有等等等等，瘦高高，鸡腿做成板烧鸡腿堡才好吃，鸡翅要清蒸的，原汁原味，还有好你个胖乎乎啊，我的话你敢不听了？不是不是，只是那样做的鸡肉就不鲜美了。谁说不鲜美了？我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少给我啰嗦。不行，我是厨师，这回你得听我的。胖乎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是厨师，你必须得听我的。哟呵，反了你了，你敢不听我的话？哼，每次都是你说了算。我就是要把胸大肌给油炸了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不，你要听我的。我要油炸。胖乎乎，快去。不去就不去。我是厨师，听我的。瘦高高，你要干什么？胖乎乎，嘿，赶快投降吧。今天和你拼了。胖乎乎，我劝你还是投降吧。这话该我对你说，瘦高高。不要。
呀！啊！哎呀！油炸！我要油炸！我要油炸！拳头！拳头！油炸！哎呀！救命啊！笨蛋，熊大鸡跑了！还不是你硬要吃炸鸡？还不快去给我追！救命！别跑！嘿嘿，嗨！哎，好痛啊！嘿嘿，消灭掉一个，我再换个大的。胖乎乎，咦，我打！哎呀！可恶的熊大鸡！啊！快跑！住手！快追！别让熊大鸡跑了！欢迎光临！给你们加热一下。啊！救命啊！别跑！熊高！看不见了！雪糕就能搞定你们，嘿嘿，这些可不要浪费了。快给我追！救命啊！停！瘦高高为什么不追了？嘿嘿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熊大鸡！黄鼠狼！等他累得差不多了，抓熊大鸡不是很轻松吗？瘦高高，你真是个天才！那当然。瘦高高，你看熊大鸡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跑了？胖乎乎，我们现在上工作台去抓鸡。又来了！救命啊！熊大鸡，你跑不掉了！哎呀！救命啊！不要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真是自作自受。快快架起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这么里，这是最冒险的 party。 爱冒险的伙伴们来 happy，挥手猛地抓住一道霹雳，不管是在夏威夷或南极，我在哪里就有冒险 party。 深呼吸，躲开陷阱，一起踩着绿豆在火山滑冰，悄悄地靠近你，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谁来参加冒险的 party？ 品尝辣椒冰激凌。不管高山还是在海底，有我就有冒险的 party。熊大鸡，还有小鸡。
诉他，我们是小鸡小鸡不好惹。哇哦，小鸡们好厉害呀，快快快，演出开始啦，快点快点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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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的屁股好难受啊，还有腰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是怎么了嘛？怎么浑身都难受嘛？熊大鸡，你这是睡觉睡多了，睡出来的毛病吧？嗯，怎么可能？睡觉可是人生一大乐事啊！你是不是因为全身酸痛而辗转反侧？嗯，没错。你还在为全身酸痛而烦恼吗？是啊，是啊。那你需要一个按摩椅。按摩椅？什么按摩椅啊？叉叉哦哦牌多功能自动按摩椅是您的必备选择。啊？那哪里有卖呢？各大电器商场均有销售。电器商场？我该怎么去电器商场啊？哎，鸡丁肯定知道，嘿嘿。嗯，鸡丁，我们去电器商场买个按摩椅吧。嗯，我不去，没看我正忙着嘛。鸡丁，你就带我去嘛。嗯，不去不去，电器商场实在太远了。鸡丁，你就带我去嘛。好好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嘿嘿嘿，就是嘛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哇，不愧是电器城，有这么多的电器呀、啊！喂喂，熊大鸡，你别这样，跟没见过世面的人一样，好尴尬的。啊？什么叫没见过世面啊？我熊大鸡可是鸡飞蛋打全的嫡系传人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哼！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说了。那、我们到了，服务员。来了来了，欢迎来到电器世界。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二位的吗？我是来买按摩椅的，请问你们这里有卖吗？哦，按摩椅，过来过来。喂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啊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可要去别的地方看了。有有有，当然有了，现在就带你们去。二位这边请。我瘦高高真是太聪明了，一会儿只要按计划行事，马上就能吃到鸡肉了。哇，你看呐、是游戏世界。哇哇，太好了太好了，熊大鸡你一个人去吧，我要去游戏世界看看。拜拜。啊，坏鸡丁，说好陪我一起来买按摩椅的，自己却一个人给跑了，我恨你我恨你。真是天助我也，这样一来又省了不少事儿了。哼，我一个人照样买。还有多远呢？不远了不远了，就在前面。喂，服务员呢？怎么还没到啊？快了快了，就在前面。嗯，哎，这个卖热水器的地方我们已经来过三遍了吧。马上就要到了，就在前面呢。我的脚都快走出泡了。这又是到哪儿了？怎么全是洗衣机呢？这个洗衣机的造型还不错，嘿嘿嘿。嘿，哎呀！呀！我来啦！呀！哟，这地上是什么？不会吧！哎呀！嘿嘿嘿，太幸运了，出门捡到钱，去买根冰棍吃，嘿嘿。
喂喂，放我出去。嗯，是洗衣机呀，让我试试好不好用。嗯，这洗衣机的质量还真不错。看着这些冰柜，吃着冰棍儿，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儿呢。你等等我。哎呀，是你啊，刚刚你人去哪儿了？怎么不见了呀？这种服务态度可不行，别忘了我是顾客，是上帝。是，明白明白。这个熊大鸡就要大难临头了，还在这里给我装大爷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。这位上帝，要不要看看我们这里的冰柜呀？冰柜？好吧。这样就可以天天都吃到冰棍了。哎呦！终于又有机会吃到鸡肉了。这个冰柜不错，一定能装好多的冰棍呢。怎么样，对这个冰柜有兴趣吗？啊，还算满意吧。嗯，这个冰柜的制冷能力到底行不行啊？绝对没问题。真的假的？空口无凭哦。你不信，我现在就试给你看。那要怎么试呢？这还不简单，像我这样躺在里面把电源打开，就能感受到它的制冷效果了。哦，你是像这样吗？哎，不要按电源。这也太夸张了吧。咦，吸尘器，哦，我要玩。有开关，我试一下。哇，有意思有意思，好有意思哦。熊大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得先躲起来。啦啦啦，呜啦啦啦啦啊！哎呀，累了，我不玩了。垃圾箱呢？哎，嘿嘿嘿，在那儿。嘿，好了，找按摩椅去喽。熊大鸡，一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好呼呼，这回全靠你了，四代祖先保佑，这次一定抓到鸡。按摩椅在哪儿呢？在那边。欢迎光临。哇，太棒了。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按摩椅吗？哦，太炫了太炫了。呼呼，一切都搞定了吗？瘦高高，我办事你放心吧，一切 OK。 请问我可以坐上去试一下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请随便。哦，太棒了，好舒服啊。准备行动。这种质感就像睡在襁褓里的婴儿。哎呦，我怎么会控制遥控器的？他精神像破坏了我的计划吗？我现在去稳住他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出了点意外。这按钮是控制什么的呀？再试试这个。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救命啊救命啊，好恐怖，我还是离远点。又错了，到底是哪个呀？怎么办怎么办呀？呼呼呼，还不赶快去救人呢，来把遥控器给我。好。瘦高高，我来救你了。救命啊，遥控器失灵了。救命救命啊，原来按摩椅这么恐怖啊，我再也不坐了。
鸡丁，咱们还是回家吧。好啊，回家喽。哎呀！哎呀！我什么时候才能做真正的鸡料理呀？想跑我一定要抓到你，挺起胸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，睁开眼这是哪里，正待在鲸鱼肚子里，抓小鸡们吗？胖乎乎，你不要忘了，只有吃过鸡才是真正的黄鼠狼。可是鸡小龙，笨蛋，就算是鸡小龙我也有办法对付他。快听呐，小鸡们就在里面。鸡丁，这个棒球怎么打呀？棒球呢，是一项团体的运动，需要团结合作。等会儿呢，我们就去试一下。嗯，就那金师傅，快点来。哦。嘿嘿嘿嘿。黄鼠狼，可恶的瘦高高胖乎乎，你们又打算干什么坏事儿？哎，鸡小龙，难道就允许你们来打棒球，我们就不能来吗？打棒球？对，我们是来打棒球的。对，我们是来打棒球的。既然是来打棒球，为什么你们鬼鬼祟祟的？我们刚打算进去来着。啊，对，还打算找人比赛呢。是啊，我们想和你们比赛。比赛？你们会打棒球吗？不就是棒球吗？对我来说，小菜一碟。瘦哥哥，你真的会吗？笨蛋，没有啊，瘦高高不会的。瘦高高胖乎乎，你们
们想和我们比赛也可以，可是你们要是输了怎么办？我们输了就不再骚扰你们。对，不再骚扰。此话当真？那是，我瘦高高向来说话不算数。不，说话算数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哇哦，今天可真是阳光明媚啊。好了，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激动人心的小鸡和黄鼠狼的棒球比赛。可恶的黄鼠狼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嘿嘿嘿，死到临头了还在这里大言不惭。小龙，还是让鸡丁来接球吧。小龙，球打鸡，加油啊。瘦高高，加油，杀得小鸡们落花流水。耶、青春啊，燃烧吧！击中，击中！熊大吉接球啊！开！熊大吉接球，接球！好惨！换球！哦耶！肌肉，肌肉！幸亏没接，要不然……熊大吉，为什么不接球啊？以后我要是被黄鼠狼吃了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啊，鬼！我会一直接球的，我会的，我会的。哼哼！瘦高高，我要让你尝尝我无敌青春的厉害！线球，来来，差不然多，坏球，哦耶，肌肉，肌肉，幸亏。熊大鸡，你想变烧鸡还是烤鸡呀？又或者是油炸鸡？我会好好煎的。瘦高高，我要让你感受到热血的青春。有小龙，把速度放慢点。是啊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哦，回，这也太慢了吧！速度刚刚好。速度可是无人能比的哦！小鸡们终于扳回了一局，虽然不能做烤鸡有点可惜，但是我还是替他们高兴的。小鸡们加油！喂！高高太阴险了，小龙一定要赢啊！来吧，我不怕。嘿嘿，即便你鸡小龙再怎么厉害，也打不中我的无敌遥控棒球。嗨！
小龙出局，小龙、现在真是太让人兴奋了，黄鼠狼队又获得了一分，现在的比分是15-15，平手了。小龙不用担心，接下来看我的。好呼呼，这是四代祖先保佑，这次我们一定可以吃到鸡了。这次做什么鸡呢？笨蛋，等打完了比赛再看。就剩下小鸡丁了，那么小连球棒都拿不动，小菜一碟儿啊！真是太让人兴奋了。如果小鸡队选择加时赛，将不用再挥动球棒，但是如果挥动了球棒，那就一定要打一个全垒打才能赢得比赛好球，真是太让人兴奋了。小鸡丁，今天你们输定了。好球！小鸡们，我今天一定要吃了你们！真是太紧张，太刺激了！让我们屏住呼吸，一起等待奇迹吧！活动时间到了，最后一球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有办法！精灵，加油！小狗狗，加油！精灵，你是赢不了我小狗狗的！小鸡丁，你出局了！我们赢了！这真是太让人激动了，这是我所见过最最精彩的比赛了。不管是谁输谁赢，这场比赛都将永载史册。我们赢了！怎么可能？可恶的小鸡丁，我现在就吃了你！小高高，你这个大坏蛋，说话不算数！放开我！树狗狗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抓住鸡丁，跑出棒球场再说。我们赢了！小龙，熊大鸡，快救我呀！鸡丁！可恶的瘦高高胖乎乎，你们给我站住！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。